蒜头青蛙汤，你整次加起来。对他看着我，我就。哇塞！啊你你要一个！大家好，我是旅游。哎，有没有讲下你的基本资料啊？身高？我今年24，单身。很重要。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吃过一些奇怪的食物呢？蛇肉色吗？我小时候吃过蛇肉。蛇肉。今天呢，就要让两位好不好品尝一些特殊的料理。什么呀？形体比较有点奇怪。好的，第一道呢就是，哎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很像虫哎。这不是虫吧？这应该是那种。那是哦，就是它是那种客家，烧是不是？对 对, 對，就客家小把拿来配酒的感觉，很像钓鱼那种，然后蚯蚓，蚯蚓，很像小虫子。好了，正解就是它是风的蛹。哦，尝一下，它就是炸出来，我不会讲，感觉就很像蚵仔，是不是？就很像肯德基外面的皮啊，对，就跟皮一样，太好吃了。所以你们两个对这个东西还可以接受？想必第一个应该对你来讲太 peace， 太温和。那我们就来上第二道菜喽。好的，来上第二道菜。第二道菜，是不是工作人员拿错了？这是皮蛋。对啊，是皮蛋吗？是皮蛋吗？如果是皮蛋豆腐的话，是皮蛋、不是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要不要司仪大哥就直接帮我们打开了，好不好？我有点不太敢开。我可以帮忙。好，来来来，旅游。一个大男人，然后比女生还苦啊。哇，它生的，它还有汤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它是鸭仔蛋，加油！有点。好的，第二道呢就是我们的鸭仔蛋，我头皮发麻了。怎么突然？好腥哦！对，有一个腥腥的味道。我一辈子都不会点。就是别人请我吃，我也吃。对，好的，第三道，大家应该很明显看出来它是什么。实际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绝对不行。哎，好不好？这是猛甲蒜头青蛙汤，可以吗？我来。你扛得住吗？可以的。你整次夹起来吗？对他看着我，我就。哇塞！啊你你要？鸡肉还蛮好吃的感觉耶。鸡大哥，你在干嘛啦？鸡大哥在干嘛？而且没有腥味耶，口感很像那种山鸡肉。哦，嫩，比较更嫩一点。放山鸡的感觉。OK。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鸡大哥，我一眼都没看，而且我其实在放空，我很怕下一个。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料？还有，下一个比较温和一点，比较温和。最后一道。我们不要录了，好不好？走吧。你们有看过这样的料理吗？没有，我第一次看，我就在大开眼界。我就在动物园看过。对啊，这只有动物园才看得到的吧？你看你隔壁那个好想好想要吃什么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如何？是鸡胸肉，发誓。好了，我它吃起来真的就是我可以吃一点啊，一小口吧，就是。哎，怎么样，司仪大哥？就跟鸡肉一样。眼睛啊，眼睛啊，宝宝来了吧？哇！哦，大胆女神，真的很猛。我吃了。这个没有形，这形。哇塞，应该它的胶质感觉很重耶。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太赞。对啊，它就是真的是胶质的感觉。我就知道你一眼看起来就是一个老饕一样。懂吃啊，懂啊。今天主要是告诉观众，我们今天吃的东西，它其实都是可以吃的。然后只要经过料理后，它其实是很美味的食物。